扫地两个，其他过来开一下会。等一下呢，5点10分会来两位小孩子。我其实蛮害怕遇到小朋友的，因为我知道小朋友是很难控制的，我自己家里有小孩。5点半呢，会来3位，3位小孩子。心中想的是节目组别闹了，我好不容易我来这边工作是为什么？拜托小孩。<笑> 坐着洗发。Hello，小孩子坐着洗。Excuse me。6点我们还会再来两位。可是我们设计师只有2个。我们服务要让他们满意，所以不能 delay。那也就是，如果前面的剪发洗发慢了，后面的 delay 我们可能会完蛋。好。我们完全无法控制那这么多的小孩。7点还有一个也是小孩子。啊？7点他们还没睡觉。然后他们所有的。7点，你7点还接客人？ 我先想哦，因为我还没讲完。我比较不会一直想要很用力的去切断别人讲话。抢不赢人家，我就先停，让他说。那我们要不要有人先去买糖果？不要糖果，2个多。陆老师，你去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我去买。如果真的不装方不行，我们下次就是严禁，10岁以下小朋友来剪。直接选3。谈话一下。薪资沙龙。薪资沙龙，小孩我不怕，龙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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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。刚没，我们都没用到这个，可是好长。那来抄一下。这不你的，这不你。刚刚没，我们都没用到这个，可是好长。那来抄一下。这不你的，这不你。检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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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忘记给客人看。 There's a big brush, right? Let's go. Take your umbrellas down. 哎，有人来了，客人来了。哎，客人来，客人来，客人来。 想知道我们在营业中二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吗？快来订阅来吧营业中官方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哦。